그럼요. 일어나. 어떡해. 일어나지. 약간 느낌만 느낌만. 这个爱好唱跳的韩国美女叫做申玉彬，是韩国队的头号。现在的世界排名高居第七。面对中国队五大主力之一的王艺迪，多才多艺的她能否有一战之力呢？首局。 申玉彬在开局大比分落后的不利局势下，奇迹般的完成了逆转。第二局，回过神的大迪将球打得更为严密。好球。 这一球可以看出申玉彬的相持功底是比较深的，实力厚度更加的大，拿下了第二局。嗯，这是一个运气球。好球，反手的，漂亮，秀了一下绝活翻挑。 机会，发挥出色的王艺迪取得了2比1的领先。One two， 第三局的申玉彬难以找到有效的得分手段。最终，实力雄厚的王艺迪取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这样的话，王艺迪也是3比1的比分战胜了韩国的选手申玉彬。